you 大家好，我们接着看，呃，积善之方这一段的文字啊，“善事常以败，而善人常得谤。”这两句，我们读到。 有非常深刻的感触。为人人长者，况之而复一之，其功德最宏啊！这种情形，只有要靠啊，人人长者，他们出面来纠正这些邪恶的。 错误，教导他们改邪归正，保护、帮助善人，使他成立，这个功德是最大的。下面第四段呢，是何为劝人为善？生为人类，树为良心？世路意义。 醉意莫逆，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示，开启迷惑，辟有长夜大梦，而令之一绝、嗯。什么叫做劝人为善？了凡先生说，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 怎么会没有良心？良心实在就是《三字经》一开端说：“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就是天理良心啊。可是世路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忙忙碌碌。 形容这个世界最易莫逆，特别是新现代的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人本有的天良被这些迷惑了。 啊，被这些诱惑迷惑。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在方东梅先生家里遇到有几位教育部的官员，啊，他们在向方老师请教。 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啊，谈了很多，啊，我也在旁听。其中有一位先生呢，提到另外一个问题，美国，在今天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再强的国家也会有灭亡的一天。 中国周朝八百年，它也亡了。西方罗马一千年也灭亡，他们就问了：美国将来灭亡，第一个因素是什么？方先生非常严肃，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说了两个字：电视。啊，他说。 美国将来亡国的原因，第一个因素是电视。电视是个工具啊，没有善恶啊，怎么会叫做国家亡国呢？电视里面播的内容是什么？全是沙道淫妄啊！无论是大人小孩，每一天。 面对着这个画面，这个是最易莫逆、啊、受这种污染太严重了，啊，所以方老师讲啊，美国王国不是亡在国外的姻缘，没有人家会轻掉他，会去打他，而是自己灭亡。当时他也提了一个警告。 台湾千万要注意啊！如果电视要不好好的把关，走向美国这种自由开放，台湾将来的社会不可收拾啊！似乎都被他老人家说中。那么现在除了电视之外，还有网络，这个不得了。 再看底下的文，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示，开启迷雾，我们跟人家相处，要存仁慈的心，要存爱心，时时刻刻要帮助别人，提醒别人，让他破迷开悟，回头是岸。 啊，譬有长夜大梦啊，而令之一久啊，他正在做大梦、啊、我们想方设法，希望他醒过来。譬有酒仙烦恼，而把之清凉，为会罪父。这个“父是广播。 啊，譬如这个人，久现在烦恼，这个是今天社会好像很普遍的。我们怎么样给他一副清凉剂？这个恩惠是最大的。韩愈：“一时劝人一口，百世劝人一书；教之与人为善，虽有行迹。” 然对症发药，实有奇效，不可废也。射眼射人，当反无智。韩愈，唐朝时候人，啊，在那个时候，当面劝人，这是一言辞啊，要广泛的劝导社会大众。 那只有著书，啊，这才能做得到，啊，所以教之为呃与人为善呢、啊，虽有行迹呃，不同，可是一定要懂得对症发药，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啊，新现代这个社会。 害的是什么病？啊，善人就好比是个良医，你一定要懂得病症的根源，如何来治疗，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慎是言是不当说的，你说出来，这叫誓言。 啊，舍人是你不当啊，教导的，你来教导他啊。譬如说，许许多多讲经的法师，我听说过，我一听他们讲过，他们所讲的都是唐宋古大德的注解。 这个讲给人听呢，这是世人呢、啊，他们这些人是现代人呐、啊，他们得的那些病呢，跟唐宋时代的人并不一样。拿唐宋那个药方啊，给现代人吃，没有效果。啊，这个是射精的人是盐呐，对象呢，那就是世人。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啊，不用著书啊也行。著书在今天效果好像并不是很大，啊，今天效果最大的无过于卫星电视传播，啊，网际网路传播这个效果大，所以我们不能不懂。 不能不善于运用啊，这一些高科技的传播，啊，用这个东西来劝世间一切大众，啊，可以不必再印书了，我们将这些画面，啊，将这些讲解制成光碟。 广泛的流通利益大众，这是好事情啊！下面一段何为救人危急啊？我们看看这段文：患难颠沛，人所时有。 偶以欲知，当如同患之在身，所为解救啊！人生在世间，患难颠沛是很难避免的，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每一天从报章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灾难一年比一年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都是非常凶恶的预兆不是好事情。 啊，前年，美国同修寄一份资料给我，是美国国家统计的数字，每一天青少年犯罪率达到六千九百万件，报案的，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啊。我曾经就这桩事情。 向大洛杉矶地区总检察长请教：“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说：“现在情形怎么样？”他说：“现在还在增长。”啊，还没有办法了，把它止住。这又两年了，我猜想呢，现在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一定超过。 七千万件，每一天呢？你说怎么得了？你这个多可怕啊！真的如同款之在是，同款是毒疮啊！啊，人身上生了毒疮，你就晓得多痛苦啊！如何来帮他解救？啊，这是举例来说。 或以一言生其屈意，这个人有冤枉，我们帮助他啊，能够发一言替他伸冤的；或以多方激其颠连啊，颠沛连的之苦啊啊，我们多方面想办法救济帮助他。 崔子曰：“惠不在大了，富人之急可也，盖仁人,人之言哉！”啊，恩惠不在大，救急要紧。人有急难如及时雨啊！赶快要去帮助他。啊、那么现在当前的急难，我想想。 最大的灾难，最严重的灾难，无过于思想的危机。这个危机已经普遍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我们很安静，仔细听听周边人讲话，他讲些什么。 从他讲话当中，我们就体会到他想些什么，啊，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行为种种过恶啊，都是从不良的思想产生的，所以这个思想危机才是根本呐，啊，为什么产生这个危机呢？ 圣贤道德的教诲呀、啊，完全失掉了，没有人提倡了啊！教化众生，教化全世界的众生，最有效果的，就是卫星电视跟这个网络传播。 那么我们看看电视的内容是什么，网络里的内容是什么，就知道了。电视、网络里没有道德，没有仁义的教学，只有杀道赢旺啊，只有争名夺利、啊、教人怎么去竞争，怎么去斗争，到最后怎样去战争。 啊，发展到战争，那就是全世界的毁灭。所以今天整个去向是如此如此，这是人间的大难。唯有至死人人能够挽救世界劫运的，是哪些人呢？是今天有权利操纵。 传播工具的人，他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他也有能力挽救世界。啊，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还是走向挽救，就在他们一念之间。底下一段，何谓心坚大利？ 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业之中，这邑是一个城市。凡有立业了，最宜兴建。啊，这是在古时候明朝那个时候那种社会状况之下，或开渠倒水，啊，开这个河流，啊，引导的这是水水利工程和筑堤防患。 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是茶饭，一济即可。虽愿劝导，谢力心修，务必行仪，勿辞劳怨。我们从过去人。 他们对社会做这一些福利的工作，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提倡社会福利事业，应当努力啊去做，要看先前社会的需求，那么在今天。 社会间最大的大力是伦理道德的教训。啊！这个事情说难也不难，在过去的时代那的确是困难。如果社会演变成今天这个现象，真的。 诸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无能为力了啊！今天谁有力来挽救呢？我刚才说过的，啊，有权利操纵啊，这个卫视、网络，这些人有权利啊，他要运用他的权利。 每一天能够用一两个小时，啊，提倡仁义道德，提倡啊神圣的教诲，我相信这个世界不到一年半年，风气就改变。啊，为什么呢？人都有良心呐、啊，可惜没有人唤醒呐、啊。 只要有人唤醒，常常在这里讲，他们良心会发现，啊，良心发现，回头是岸呢。这是现前最大的利益，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第七段，何为舍财作福？啊，舍门万恨，以布施为先。 所谓布施者，只是施之一字而啊，舍门是讲佛门，啊，佛门讲这个菩萨行，那个方法手段无量无边，啊，但是总归起来，不外乎啊布施。不识 据菩萨行六个守则，头一条就是布施。什么叫布施呢？布施就是舍。学己为人。大者内学六根，外学六尘，一切所有无不学者。 这个不是普通人，大者，啊，大是通达了。谁是大者呢？在佛家讲，化身菩萨才真正是大者。为什么呢？他真的完全舍掉了。这些话讲的是事实，啊，不是虚构的。可是，在凡夫做不到啊，啊。 凡夫啊，能够舍财，能舍身外之物，就不错了。啊，要让他内外俱舍，一切所有无不舍者，这个办不到。下面说了，苟非能然，如果做不到，六道凡夫做不到。先从财上布施。啊，我们先从这里下手。 世人以一时为命，故才为重要。吾从而学之，内破物之悭，外济人之极。时而勉强，终则泰然。最可当地私情，却去之令。啊，所以佛教人修行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我学佛。 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我第一句话向他请教。我说：“我知道佛法好，我很想学，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的切入？”张家大师告诉我有。 看破放下，啊！我接着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他给我说：“不是。啊，劝我学布施啊,啊，我就真听话了，啊、回去就真干。 啊，所以老师很喜欢我，啊，他教我东西，我真做啊，啊，做了果然有效应，啊，所以心从财布施。这个效应是什么呢？把我们一向的兼贪的心呢减轻了、啊，断。 当然是不容易的，减轻了、啊，就是贪心吝啬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了。啊，对外呢又可以帮助别人，啊、这不失恩惠呀、啊。所以初做的时候勉强，啊，到后来呀，啊，就慢做成自然。 这个布施勉强，我自己的经验，十年了、啊，前十年呢都很勉强啊，十年之后慢慢就成了习惯了、啊、到现在呀、啊，几乎连痕迹都没有了，啊，所以心地清净啊,啊，把自私自利、名闻利扬、贪嗔痴慢呢都布施掉了。 再看下面第八段，何为护持正法？啊，我们说到这里，尤其现在在中国这一条重要啊！啊，中国的社会现在被一些邪知邪见、邪教扰乱的，使大家困惑不堪。啊、如何能破除邪知邪见？ 如何能够制止邪教呢？唯有护持正法啊！古人所谓的“破邪行正”，啊，破邪是目的。如何达到破邪的目的呢？行正就对了嘛！啊，行正才能破邪。如果正不能行。 邪就决定不能破啊！法者，万事森灵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财成万物？何以特成立富？何以经世出世？这是把正法它的好处略略的。 说了四点，这个正法，佛菩萨教诲是正法，儒家的教诲是正法，道家的教诲是正法，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也是正法，他们在这个世界。 流传了千百年呐、啊！印度教流传到今天，世间人公认它有八千五百年的历史。啊，犹太教有四千年的历史。啊，拜火教好像也有人写小说里的叫明教。啊。 我们一般也称它做拜火教，它差不多有三千五百多年，都比佛教早啊。佛教以中国历史的记载，今年三千零二十几年，啊，现在外国人承认的是两千五百多年，啊，再往下来推，啊，天主教、基督教。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这个呃西历啊两千零一年啊西元呢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那回教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啊锡克教。 也有六七百年历史，最短的巴哈伊教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仔细看看，历史越悠久，他的法越正啊！啊，传了这么多年，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的人还是把它当做真理，啊，向他学习，一教奉行。正法了，如果没有这些正法，怎么能够参赞天地？啊，参是参与，暂是帮助，啊，这个就是。 今天讲的大自然呢，我们能怎么怎么能够参赞这一些自然？大自然啊，何以能够财成万物啊，帮助一切万物？这些都是说的物质文明。 下面的两句，那是讲的精神文明，何以脱尘立复啊？超凡入圣的、啊、这精神文明，何以经世出世啊？经营这个事出事法。故凡见圣贤妙貌。 这个庙宇是圣贤弘法立身的场所，我们见到了，啊，见到道场，见到圣贤的造像、经书典籍，这个我们称为法宝，皆当敬重而修持之。 我们要尊敬他，要重视他了。有损坏，要赶快把它修理。至于居扬正法，上报佛恩，尤当勉励。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综合这个地方一点意思，第一个，我们决定要尊重道德。 道是人生应当走的堂堂正正的一条大道啊！什么是大道呢？我们今天讲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家庭的秩序，宇宙之间，我们晓得。 太空当中，许许多多星球，啊，我们行星绕着太阳有秩序啊，它不乱来啊。太阳绕着银河系有秩序啊，啊，这是自然的秩序啊，天道啊，啊，人道跟天道要能合一啊，啊，人道是什么呢？ 儒家讲的伦常，伦常是人道跟天道合一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有秩序，一点都不乱呢、啊。啊，就像人与人的关系有秩序，它不乱呢、啊。 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如果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我们的道就失掉了。道失掉了，社会就动乱，天下就不太平。圣人的教诲，教我们这些道理。如果 我们能够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好，参赞天地，财成万物，就是把这些关系处好啊。关系处好了，那就是圣贤。圣贤教学的场所，心学圣贤教学的典籍。 我们一定要尊重啊！我们要懂得尊重道德，要崇尚善心，要行仁啊，要行仁义呀，要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育，要重视正法的教育。 幕后讲，有当勉励，特别是在我们先前这个社会第九段，何为敬重增长？这家伦理了。家之父兄，国之君长，欲反年高、德高、位高、盛高，皆当加以奉祀啊。 我们中国人常讲“忠孝传家”，我们的德行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尊重、尊长啊！我们家里父兄啊，是我们的尊长，要尊重啊，国家的领导人。 一定要尊重。佛在《梵王经》的大乘菩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第一条，不做过贼，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啊，第二条，不帮过主，啊，国家领导人决定不能毁谤啊。 啊，《璎珞经》里面教给我们，不漏国税、啊。人民有纳税的义务。啊，绝不可以偷税漏税呀、啊！啊，第四条，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的法律。啊，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违反。 你看看这个四条多么重要！这个四条做到了，就是敬重尊长，啊，敬重社会敬重国家了，在家而奉事父母，十深爱婉容，如心如身下气，习以诚信，便是和气各天之本。 现在家庭已经不教这些了啊，所以儿童不懂得这些道理啊。许许多多人说儿女不听话，不听管教，你没有教嘛？你怎么能管教不但你没有教啊，你的父母也没教。你。 所以，《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恕怪也。”这一句话虽然讲的很柔和，我们听了很难过，很痛心啊，教儿女从哪里教起啊？古时候从《弟子规》教起啊。 从啥草应对教起啊？现在谁懂得？台湾还有几位智识仁人,人在提倡啊，小学，啊，让这些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念中国的古书。 很难得，很难得。希望这个提倡啊能有效果。啊，我们今天在澳洲建立一个小道场，要求所有的出家人学《弟子规》啊，把这个定做我们第一个课程要背，要能讲，要能做到。 从学做人做起、啊、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佛呢？啊，了凡先生这些话全在《弟子规》里头。啊，出二四君，行一四，勿为君不知而知之也。啊，这个“君”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领导。 无论你在哪个单位，单位领导人就是君人。我们做一桩事情，千万不要以为领导人不知道，可以私下了胡作妄为，那就错了啊。行一人我为君不知而作威。啊。如果我们惩罚一个人，千万不要认为领导人不知道，我可以任意去欺负人、欺压人，那你就错了。 视君如天，故人各论，此处最观应德。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且须慎之。啊，要叫我们谨慎从事啊。这些地方，最关应德。啊，你做好事，别人不知道，这即应德。 啊，你的领导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这是损你的阴德了。这个事情做不得，果报可畏呀。再看幕、啊、后这一段，何谓爱惜无命？这是培育仁慈心。凡人之所以为仁者。 为此恻隐之心而已。啊，这个恻隐是怜悯心、同情心。啊，人之为人呢、啊，实在讲啊，就在这一点呢、啊。求仁者求慈，积德者积此。啊，无非是。 正仪我们的恻隐之心啊，这就是仁者，这个就是积德。周礼，孟春之月，牺生，勿用平啊。这周里头周公定的啊。孟春是正月啊，正月要祭祀的话。 祭祀都是用些动物啊，杀生来祭神明，不要用母的、啊、为什么呢？这是他生育的时候，要怜悯他、啊。孟子谓君子远庖厨啊，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啊。闻其身不忍食其肉啊。 啊，儒家讲的，佛家虽然没有禁止肉食，但是佛劝人呢，叫吃三斤肉。什么叫三斤肉？不见杀，杀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不闻杀，杀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声音；不为我杀，啊，这个是不是为我杀的？ 都是保全恻隐之心而已。啊，佛教传到中国，一直到梁武帝，梁武帝度能切经，真的是大动恻隐之心，他把肉食啊断掉了。诸位要晓得，佛教吃素。 啊，不吃肉，素食，是中国梁武帝提倡的。啊，这个不是佛教本来的教义。梁武帝是佛门的护法，啊，他以国王之尊提倡素食，形成了素食运动，当时这个出家人通通响应。 一直传到现在，啊，在家居士也响应，这是一桩好事情，啊，素食对于健康决定有好处，啊，尤其是现在的肉食，现在肉食含的病菌呢非常多，非常严重啊，病从口入啊，如果你们。 要以为哦，素食不健康，肉食才是健康的。我可以给你做证明啊！我素食吃了五十年啊，我一生没生过病，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呢？啊，那个新加坡徐浙居士。 今年一百零二岁，他是胎里素他一出世就不能吃荤腥吃荤腥他就要吐他那个素食一百零二年，身体健康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啊，所以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啊，一百零二岁的年轻人。 啊，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呢？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作祟。啊，下面说，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啊，为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啊，这个跟比释迦牟尼佛加了一条，加了一条,、嗯、了一条叫自养者，啊。 学者未能断肉啊，且当从此戒之，这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想养成这个健康的身身体，不能不注意这条。幕后这个了凡先生做了一个总结，渐渐增进,进。 慈心增长啊！不特杀生当戒，唇动寒灵，皆为物欲，求是逐锦除地杀虫，念一时之由来，借煞鼻一字后常常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啊。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不杀生。 啊，知道这个道理呢？慈悲心恳切的人，他不穿丝制品啊。为什么呢？看到伤心，你一看一件绸缎，多少残命啊，多少生命在里头，怎么能忍心？啊，穿皮的衣服都是杀生，取他的皮毛。 不忍心呐！啊，耕地、种植，地上许许多多的小虫啊，都死了，我们才得一点粮食啊！啊，我最近在悉尼参观一个农场，是出家人开办的，啊，他们把这个蔬蔬菜呀。 种在这个塑胶的篮子里面，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种在地上？种在地上啊，耕地、啊、会杀死很多小虫，所以我们种在篮子里面，废的工程大很多，但是不杀生。我听了的时候很受感动，很难得，这个值得提倡、啊。他还是用这个土栽。 不过把土放在塑胶篮子里，大的篮子，避免伤杀生。呢。故暴天之逆我们吃东西不爱惜饭菜吃剩下的时候就丢弃掉，这个造孽，这个罪很重啊，当于杀身的。 这个罪业该杀生，没有两样。至于手所误伤，足所误见者，不知其极皆当委曲放之。我们总要懂得防范。啊，古诗云：“爱出常留范，点我不点灯，何其人也！”善行无穷，不能但说说之不尽。 由此设施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矣。啊，先生在此地举出这十个例子，希望我们从十个例子去类推，啊，认真努力去修学，自然善行就可以圆备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